乌兰河大使关卡在来临的劳动节和开斋节长周末将预计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移民与关卡局建议出入境者提前规划行程，检查交通状况和避开高峰时段。当局估计出境的高峰时段将在来临星期五到星期六，入境的高峰时段则在下个星期二到星期三。